比赛进行到一半，红鹰选手突然倒地抽搐，这国羽球小将张志杰不幸客死异乡。目前当地医院方面尚未明确病因。中国羽毛球协会今天发布公告，对张志杰的不幸离世深表悲痛。年仅17岁的张志杰是中国羽球新星，2022年获得中国 U15 男单冠军，2023年在中国青年羽球锦标赛中夺冠，今年则拿下荷兰青年国际赛男单冠军等好成绩。也想通过自己的成绩和比赛来证明我不比他们两个差。这次代表中国到印尼参加2024年亚洲青年羽毛球锦标赛，张志杰在对阵日本选手时突然倒下，第一时间却没有人上前救治。长期的高负荷运动和训练呢，使心肌长期处于一个疲乏的状态。像这种高强度长时间的比赛呢，就会成为运动员心脏病突发的集中地。许多网友把这起事件跟2021年欧国杯赛场上丹麦中场球员 Eriksen 心脏骤停做对比，当时队友跟医疗人员立刻围住 Eriksen 抢救，反观张志杰一个人无助地趴在场上。大约40秒过去，医护人员才姗姗来迟，大批网友质疑救援太迟钝，错失黄金抢救时间。他在倒地后过了半分钟医护人员才进场，而2分钟后才被抬上担架，这中间没有胸外按压，也没有使用 AED 除颤，而送到医院都不知道多久了。亚洲羽协跟印尼羽协事后发表声明，张志杰送医后抢救无效，在当地时间6月30号晚间11点20分离世。张志杰的姐姐则在微博崩溃发文，想不到在自己生日当天看到直播画面中弟弟倒下的身影，无法接受，希望有人能给个交代。年纪轻轻，张志杰精彩职业生涯才刚要开始，却疑似因为延误治疗，体坛明日之星在异乡陨落，令人不胜唏嘘。三立新闻刘哲瑜报道。